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今天下午从老家回来了，刚来了，余粮不足呀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不行，咱今天晚上买点吃。邻居家正在卤那个风干鸡，从这个胡同道里都能闻到那个香味儿，咱去买一只回来尝尝。这风干鸡卤这多长时间啊，哥？卤一个小时啊？一个半小时。在这等一下，想尝一下那个熟的风干鸡是什么味儿。帮这个姨扒点蒜。到点了，老板没在呀，我们给他关了吧。看这个扒鸡也挺好吃的，再要一只扒鸡，看着就好吃。走了姨，走吧。嗯，回头我给哥钱啊。嗯。左手一只扒鸡，右手一只风干鸡，都没付钱呢还。哇，还热乎呢。吃扒鸡。我洗手了啊，洗一下。哎呦，还有，哎呦，一背着都挺有劲儿。哇，看它这个汤汁。太烂乎了，简直跟那个风干鸡不是一个味儿啊，特别趴这个肉。两种感觉，同样都是鸡，两种吃法。沾点椒盐。看一下这个风干鸡，高汤卤了一个半小时，我觉得他卤的这个不如咱自己炖的那个干的那个风干鸡好吃呢。风干鸡，风干鸡吃那个干的那个劲儿。嗯，你也觉得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吧？主要是你弄的比较好吃。今天嘴抹蜜了吗？这个扒鸡头完了，太扒了。那时候也不如那种干脆转好吃。它这过香的什么的越走越多。不过感觉它这个扒鸡的口感挺好。老爸撤腿。你吃吃，还有呢。看这个风干鸡这个肉，一丝一丝的。扒鸡好吃，扒鸡好像这个骨头都特别烂。有烤骨扒鸡。咱啥时候能换的跟那个老板一样？别担心。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，加油 ！All the game！ 哎，这么好的菜，居然把酒给忘了。爸，再喝点红的吧。我喝白的。喝白的，喝点红的。这是葡萄酒。
那长着不是这么样的好吗？嗯，那这个鸡肉挺好吃，那腌制好让了。嗯，我们都觉得这种不好吃呢。嗯，你觉得这个好吃？好吃。今天晚上吃了两只鸡，一只风干鸡，一只扒鸡。喝了一杯葡萄酒，感觉有点晕了，喝醉了，这个酒劲还挺大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